也有工作经验吧？没有啊，但我当过老板。你对薪资的要求是什么？月薪6位数，年底还想有分红。会用 Office 软件吗？我会用各种 P 图软件。萌萌的，喵。你能接受加班吗？可以啊，多晚都行，但是第二天12点之前别问我。你英语怎么样？一般般吧，没中文好。你对我们公司印象怎么样？啊，贵公司挺好的，就是同事颜值都有点低。每个月3000的房租我觉得有点贵，所以我想要一价。嫌贵了是吗？啊，是的。光看你们俩这样子，我就知道你们租不起，赶紧走。刘女士，以貌取人是你性格上的缺陷哦。我不用看你的貌，我光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有缺陷哦。上来吧你！